保等啊，已经睇到海之日啊，相当之快，尾好祝福亦啊，唔慢嘅。后边骑下骑下上咗嚟，见到个大喜讯外边仲有五彩缤纷啊，然之后跟住就系甜心。甜心再後啲咧，跟住咧最佳拍檔啊、零用錢啊嗰啲馬噶、啊、好啦，擺前面放頭呢三排兩撥之後，零用錢就走咗喺前面喎。海之日就望住佢，咁喺入邊騎下騎下上嚟嗰只最佳拍檔啊，然之後跟住就大喜訊啦、啊，再後啲跟住就美好祝福，美好祝福再後啲咧，跟住騎下騎下就仲有甜心外邊仲有嗰只咧就五彩繽紛啊嗰啲馬嚟噶、啊。前面第一隻突咗圍嗰只就零用錢啦、啊，外面上緊嚟嗰只咧就係呢個海之日啦、啊。而家騎下騎下嗰入邊嗰只仲有嗰只最佳拍檔啊，然之後跟住就美好祝福、啊、後面上緊嚟仲有。最佳拍檔逐步逐步上嚟，外面上嚟仲有五彩繽紛嗰啲馬嘅，海之日應該可以順利贏馬啦，冇錯，海之日就跑第一，跑第二名咧就係、是、五彩繽紛，跑第三名嘅最佳拍檔嘅。海之日今場賽事就贏來無驚無險，不過得翻一點二倍，因為有最後兩隻馬退出，得翻一點二倍啫。海之日大勝都不敢怠慢啊，最後嗰200米都劈踏開邊啦已經。事實上呢樣賽事嚟講，另外後上嗰隻五彩繽紛都係好唔規矩嘅，但其他啲馬實際上咧係未上力噶。結果海之日跑第一，五彩繽紛就跑第二，最佳拍檔就跑個第三嘅。結果都要爆一爆啊！爆咗隻五彩繽紛，三六七啊！早段都要捉得。多啲，因為佢太快，冇得跟其他馬啦，呢只海之日啊，退出曬啦。咁啊，亦翻嚟贏得更加輕鬆添。冇乜真係用過力嘅啫喎，其實你見啊，大勝好似真係打落去，其實你睇只馬，唔係話真係要話啊，我鞭策你而要再加速。